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来收看礼拜三晚上十点的新图 Payful Star 台湾星海募资邀请赛。我是今天主播 AZ， 我是赛平 Top。好，我们 Top 现在有点忙碌，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久不见的新图。我们又好久不见了，为什么我说又呢？因为这个中间我们又发生了一些比较不可抗力的因素，包含在我们去播这个 GSO 的路上，每一组都是打好打满的情况，所以每次回到家都已经来不及，都已经超过那个时间了。感觉最近这个星图有点命运多舛啊，想要打还打不起来，命运交喘，命运多舛，想打还打不起来。那好，好家在这个礼拜终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的两位选手都已经到了现场，然后我们自己也在现场，所以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开始。然后我们这个月呢，说是这样子说，我们 NICE 的这三场表演赛啊，目前今天只打，应该说今天只会进行到第二场而已。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因为是台港澳的正赛，所以也没有新图哦，下个礼拜也没有。哇，这样头很痛。哎呀，美国西部，好摇啊！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对，我们今天的邀请选手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啦。打虫族的部分就要来对上的是我们的墨西哥的虫族选手，Chen， 跟他说是墨西哥的虫王，应该也可以啦，没什么问题啊。哎呀，开到新加坡了，那然后我们今天进行的伺服器呢，会是移师到美洲西半部的伺服器来进行。然后我要下去，然后 Nice 上来，不是他也下去，然后 Nice 上来 ，Nice 怎么还是红色？然后我们两边的选配图已经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们就要邀选手进新战厅。那比赛就可以直接马上开始。对啊，今天是劝劝，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定案了，但是一直打不起来。87年前吧，对，大概87年前。我睡过头了。没有，他没有来了。他那个是 trap 啦，那不是 trap。哦，那是 trap 啊。不一样。啊，不是都一样吗？不一样，直接一起黑是不是？我们包在一起黑。他上次不是也消失吗？他不是也有一次，其实也是消失了。就你就虽然说有打遇到 GSL， 但你也找不到他。哦。没有，他是身体不舒服，他请病假。哦，他请病假，很会挑时间不舒服呢。第一次，对。如果我们这比赛500万，你身体再不舒服，你就会来打。对啊，他只是不想输得太难看而已。对，毕竟表演是要打个 BO9， 如果身体不舒服，看起来还真的会挺惨。就跟有可能 Nice 今天睡一觉起来，然后发现他的手抬不起来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对，那是中风了。是中风是不是？那是中风了。这么凄惨。他上次打那个 King of Battle 啊，他那天起来，然后就跟 Rez 说他的手动不了。怎么样？你是不是他该注意些什么？就不是啊，就小心你就有没有中风前兆啊？叫他去看医生哦，叫他去看医生哦，很危险哦。我就是跟他说，我是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看医生啦。反正当下我也是跟他说去看医生哦。手抬不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好啦，讲那么多废话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场啊。这张地图是由 NICE 所选择的黄金之柱，地图右上角印的方向是蓝色的，阿拜战队的 NICE。左下角红色的，这是我们墨西哥的虫族选手 Chen。上来 NICE 义不容辞的先挡个矿再说。通通挡起来，重打神的一个 BO9。 看一下 Nice 最近除了打这个雷诺以外，据说他是没什么练到这个神打虫啊。
啊，不是啊，虫族就被人类搞到不想玩天梯哦，还他怎么会练到神打虫、没有啊，他的意思是说他，但他制定全部都在练神打人。你说是那个 Beyond 好朋友的部分吗？对 ，Beyond 好朋友 ，Beyond 好朋友 ，Beyond 的奴隶。对，他叫奈上线，奈神就必须陪他练，对不对？把他弄得不要不要的，弄得不要不要的，是不是？弄得不要不要的，隔天来吃火锅吃到失智。不要不要的，会有汤汤水水的部分吗？如果是用你的话来说的话，那他肯定已经汤汤水水了。该很危险的，我很危险。你昨天讲你哎、是昨天吗？对，你昨天讲的就不止这个了吼。可以啦，很危险呢。我们越来越接近十二点，不会啦，不会。但我们明天还有一天啊。今天从那个哦，对，明天还有一天，天哪、啊！对啊，好危险哦！你还有两天、好危险哦！你还有两天，好危险哦！真的哎，干好危险哦！我要死了！妖兽，好可怕，好可怕，真的好可怕！好，打完矿这边劝是出了，我怎么压了那么多条狗、啊？他压了16条狗哎、欸！他要直接干的啊！他直接干了！哎、这工兵也跟过去了哦！这不就是我们昨天看到那个吗？就是这个，你看 ，nice 还没有加速，你看他这个追猎 还在做追猎，完蛋，那建筑学都还没有盖，他回过头来看，开了，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oh no， 看到，那应该懂，那个狗就懂了啦，看到五条狗就懂了，那你赶快把建筑盖起来啊，屁嘞，不赌你不要，你别骗我，懂了吧，应该有看到吧，要做啦，要做啊。要不要直接再再等一下，等一下可以飘回来，然后放个建筑。工兵来，工兵，不用在门口吗？工兵不用在门口吗 ？Go！ 卡一下位置啦！嗨、不是啦，完蛋了！嗨，这样是不是走了？这样是走了，走了吧 ？Say goodbye 呀呀！水晶，这不行啊！这太阳机直接爆炸了。狗叔已经好了，狗叔好了，再见，拜拜，拜拜。他看到了，但他只看到了一半。不是啊，他看到那个五只狗，不觉得很奇怪吗？肯定觉得奇怪，但他是不是觉得只有狗啊？不可能啊！这边只有要停电啦！拜拜。哇，他也可以把工兵拉回家继续采矿，太过分了吧？你是怎样不把神族当人看？我看这个太熟悉好不好？昨天就看过了，只是昨天那个更干脆一点，这个只是再稍微坚持一下，合理吧？这样不行。谁？不是他刚刚只要有一个工兵停在那个教室后面，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不一定哦，不一定是，至少不会那么少。他如果停，就他这个东西啊，你就一开始就要直接毒死了。哦，这一开始就要毒死，是不是？对你，你在他上来之前，你就要毒死，你才有机会，因为基本上你如果等，对啊，因为你只要一穿矿，你工兵卡在后面也没用啊，因为你第一个是你水晶塔下不了啊。嗯哼，然后第二个是那个你的那个你的你要你的那个工兵一定会被包掉啊。嗯，没错。对啊，真的耶，那倒也是哦。所以一定要就是你第一时间有看到，然后就直接毒死应该才是万劫啊，我在猜。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怎么他就没看到，就是绕的好，他看了一半，他看了一半。哈哈，他都做半套啊，半套办起来，好惨啊！你怎么那么惨？好，这样的话，第一场比赛非常快、为我们这个 BOJO 画揭开一个华丽的序幕，很华丽，好饿哦！你还没吃哦？还没吃啊？好饿哦！我操！世界冠军，赶快！我所以我说欠这个进度，我跟你讲，今天这个进度我喜欢，他就每一把都这样拉，然后 Nice 就会说你是不是？他就敲肚子，你他妈是不是当我棒槌？不可能每一把都这样拉吧，这是把这边当棒槌哦，我不相信哎、他这个只能用一场吧？我真的是，他只要用一场就有防备啦。所以我觉得哈、你又知道。你就不是啊，就知道这个劝这个人有时候就是会打这种东西了。奈斯手抬不起来，又不是脑袋不能转，对不对？你确定？你确定转不起来吗？他转不起来吗？你确定？还是他真的？你确定他脑袋？我怕是，
我怕是中风很严重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啦。我觉得我知道券真的可能会这样子做啦，但我不相信 Nice 还会被这种同样的东西对连搞两把，我不那信。如果他今天，那如果他今天连搞两把，明天晚餐算你的。好，那我再多送两个订阅，再 多送两个订阅，是不好不是？好？我们刺激一下可经以可以可济，以，刺激一下刺激经经济。济啊，对，自己送自自己。己烧自己地。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好了。我们上次说，对不对？我们要大方一点。上次我说要送20个订阅，都没有送出去。那这样子，我这次改送。如果今天券还可以用刚刚那一招，对不对？把 Nice 打死，我就去 Nice 台送5个订阅，这样够大方，Nice 吧？台送人，好，可以，可以，够大方吧？那你五个订阅，你要留个讯息给他吗？比如说什么 Nice 别睡了，还是 Nice 这次给你的医药费，赶快去看医生。这里可以置顶讯息吗？好像不我是行不知欸，道了，好像不好像行，不行。好像不行。人家不然就留个言给他吧，你跟他说这是给你的，看这是给你的医药费，你怕他脑子转不起来。没有，我就把这个权利给那个五个观众啊，我希望他们可以续订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留言，对不对？然后一人就是花一点点钱，就是希望 Nice 赶快去看医生啊，不是啊，就是早日康复，哎，早日康复，早日康复早是这样子日康复，对对对，早日康复，对，没有，够大方一点好不好？大方一点，对，当然也要。奈斯被同样打死了，我是不信啊，哇，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好，看一下第二张地图，一样是黄金之柱，奈斯选了一样的地图，在右上角，我们点位互换了，然后一点钟方向是红色的墨西哥虫子选手 Chat，左下角蓝色的是阿派战队的 Nice，1-0，由 Chat 来领先，前面就是一个在前期。溜狗配着工兵，最近这招真的是很红有没有人可以考究一下到底是谁先用出来？忘记了，最近比赛看太少了。真的。但一定是哪个天才，你知道吧？哈哈哈。一定是哪个天才，我跟你讲，可能不是最强的，一定是那些奇怪的天才才会做出这种事情。真的是天才，Why you so smart？就跟他妈那个光泡不朽一样，你。这是发明这种东西的人，通常应该都是天才。应该颁个奖状给他，对不对？他让这个游戏变得更有趣一点。当然，可能神族不是这样想啊。我猜刚刚那个工兵一过来的时候，那你怎么不说他妈的玩那个光炮不朽的？他玩那个光炮不朽的，对不对？你说虫虫族也不为什么？是这样想啊？对啊，没有啊，有人上来就很有自信啊。那我也没办法嘛。那是他很有自信，他问人家是不是想睡了，对但啊，他自己就是被就自己就先去睡觉那了。是他自己的问题啊。那 是他自己的问题。好，我的 LINE 怎么响？等我一下，我把声音关掉。抱歉了各位，是我的，不是你们的。好，这工兵再回头看一下，刚刚被阴了一下，真的非常的不舒服，连第一只虚空都还没有出来，接下来就爆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你看这一场确实就没有这么做了，是吧？目前狗也还没，这边有4条，4条再多加4条，总共8条。工兵前面工兵被咬掉。门口的话呢，这边一样是跟刚刚的开局差不多，是个星际之门的开局。前面也是出了一个教室跟追猎。出虚空。对嘛，我就说，对，我就很大气啊，对不对？Race 上次说他要他加码，对，他加码送一个。妈送一个，Race 这样不行加码他妈送一个，一个也太小你气了。这像跟人家说要帮人家加菜加一颗茶叶蛋一样的意思对啊，你打卡，对不对？我送你一个茶叶蛋。我每次看到送一个蛋，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为了一颗蛋去打卡？那你会为了一颗蛋去打卡吗？不会啊。对啊，我我会花40块买更多的蛋，我买那么多蛋干嘛？买那么多蛋干嘛？不是啊，你吃火锅就是要蛋才好吃啊，你多叫几颗，你吃得开心，那你对不就打很对多卡啊，你把？OK 吧？你这个旁边所有朋友的手机都拿起来打，反正我猜应该是没有人会想要为这个蛋去打卡吧。那就是那下次你的手机就给我，我帮你多打几颗。干啊，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这边第一次虚空已经出来了。好，把外面的这个蝗虫给清掉。这前面这个虚空是没有在停的，他出了3台虚空剑。肯定是要多出一点的哦，多出点啊！这个瓦斯厂，
欸，到底是欸，是他说别人瓦斯场杀手，是不是？他是说谁瓦斯场杀手？哦，忘记了，完蛋了，失智。反正他现在感觉要成为瓦斯场杀手啊，这边杀一个包子塔。那我跟你讲啊，等一下就不是一个了，等一下就是一排了。对，你当你看到两只以上的虚空的时候，你就开始很畏惧了，你就要一排一排把它围住了，这不然等一下。你不见得就不是你的，不见得就不是你的后虫，也不是你的弓兵，是你的主堡。哎、欸，你可能整个主荒都变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哎、欸，扛着伤害，这哪有赚？你不要骗我哎、欸！哎、欸，两排都掉哎、欸！哎、欸、呀，你前面这么辛苦干嘛？哦，哈、啊，前面好扯、哦，什么意思啊？哎、欸，什么意思啊？哎、欸，全新称号啦，那个虚空舰长。虚空舰长，哎、欸，他这个连瓦斯场杀手都当不了哎、欸，他是啊，好，他怪怪的、欸。哎、欸，什么意思啦？我是觉得应该不用执着在这个地方吧。有什么意义吗？你可以帮他开脱一下吗？请开始你的表演。可怜啊！我跟你讲、啊，可怜啊！这个虚空掉前期真的是一只都不应该掉的，你知道吧？对啊，这个前面不是任何一只都很珍贵的吗？可悲啊！他这个怪怪的、欸，这个真的怪、欸。哎哎哎，工兵，哎、欸、工兵，哎呀好，哎、欸、怎么还有工兵一直走出来？可以等一下再走出来吗？红绿灯，你玩过红绿灯吗？人家就等不及了，你知道吗？啊等一下，等不及了。哎、欸，立场，卡，啊卡，好，有电池没关系，有电池，电池很威武。啊，怎么又在死工兵？你的工兵一直出来死哎、欸。啊，虚空剑，虚空剑，这边还有三台哦，那个搞不好有机会。算几只后虫哦，而且甚至这个矿搞不好也有办法逼退，因为赤蛇这个时候才第一批才要出来而已。哎哎哎哎，什么意思？哎、欸，什么意思啊？哎、欸，什么意思？哎、欸，完蛋了，拜拜啊！拜拜啊！怎么了？拜拜啊！真的拜拜！哎、欸，拜拜啊！我知道 ，Nice 一定听到我肚子饿的声音了，肚子。那他听到我肚子饿的声音了，那他应该听得还蛮清楚的，不然怎么？不是啊，你是不是要先去关怀一下 Nice， 问他那个手是不是举不太起来？还是他很卡？不会吧，我刚刚看这个，我们聘才140哎、欸，你多少？我没看，我根本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副片打的形状。哦哇哦哇哦！我刚没开啊，我没开左上角那个啊，我想说我 OB 我就没有看见我多少拼了。哎、欸，不是哎、欸，他这个很夸张哎！啊，看，开错了！哎、欸，好，140啊，我这边开140，我看一下，对啊，我141，那怎么会卡？那不会卡，不要骗我，对吧？什么意思啊？哎、欸，我觉得那个很夸张哎，飞过去就不见了，对吧、啊？他我不知道在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他是在报复我们啊？还是他其实不是报复，他是在祝福你这样？他是在祝福我们、啊，他在祝福你，对啊，不是、啊，我觉得他在祝福你，但是他在报复我哎，怪怪的，怪怪的、欸，不是啊？哎、欸，那个我很怕。我很怕像瑞斯讲的那样，你知道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前面先送了，先送了四把，然后等一下就等一下再打个五把回来。干，我跟你讲，这一路加班加到12点多。有这种可能吗？我想一下。有啊，干 Nice 打这个劝理就知道就不应该长这样的、啊。说傻了，他打大可就不是长这样的。什么意思啊？ Oh. 我什么意思？我真的没看懂。我想帮他开脱都不行哎、欸，不是，这第一前面两只就已经很夸张了，这个后面还可以再多追加两只，对不对？二加二，那有、哦、他在送祖坟 啊，送祖坟 是、啊、送幸福，对啊，先那个幸福送起来，等一下玩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啊，先降低你的防备，说哎我就是这么菜，对不对？我们抓放 master 等一下。有机会可以登场，好不好？现在 Nice 就不是真正的 Nice。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方第三局地图是来到光与影啊，左上角这边11点方向是红色的墨西哥虫族选手 Chan。哎呀，右下角蓝色的是 Nice。
这个矿直接逼被，因为挡矿的关系啊，是盖在了九点钟。哎、欸，往下盖 ，Nice 又来挡。哎、欸，我们要是不是要 mic check 一下、啊？这是不是他妈的把他代打、啊？没关系啊，大家，我觉得啊，不行哦，他如果输的话，他就不会开台了。啊、我想说，大家可以去他的台关心他一下。但我发现他如果输的话，不会。没有，是关心他的桌子一下。啊、桌子，嗯，没有啊，他如果手不能动啊，他的桌子也不会有事啊，他桌子又平安的度过一天了、啊。对啊，好像也是哎、欸。对啊。所以你现在是那个飞天小女警的旁白是这样？没有，对啊，他的桌子又平安的度过了一天，对不对？我们要对 Nice 就是抱持着爱与关怀，还有他的桌子啊，桌子也可以关怀一下。嗯，的确怪怪的，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卡啦，但如果他真的很卡，他应该会跟我们说。对啊，他应该会先讲吧，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对、啊，而且他这个长期对不对，在美服打比赛的人，那个 N A 的 ESL Open Cup， 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说、啊、早就已经应该是 OK 的吧？对啊，跟魔鬼队一样在水里训练呢，怎么可能会打不赢？啊，一直吹，然后一直摔死这样子，怪怪的。可以啦，我跟你讲，刚刚我如果我猜的没错，对不对？刚刚那张图就是神族最不想打的图。我们先快速的下去，不要浪费自己的体力，不要浪费时间，是不是啊？对对对，我们让你们看看这季真正的地图啊！我是觉得啦，这张图这个王虫要不要考虑可以来杀一下？他就这样让他飘走嘞，什么意思？你怎么看？他会怕，你知道吗？怕你又你这个王虫是在引诱我的，等一下又一堆东西冲进来，那倒也是有可能哦。哎、欸，啊！前面的工兵去哪里了？完蛋了，不见了，没有回来吗？他就这样隔了吗？他有一只教室往前走吧？他有一只教室不，他有一只教室不是往前走，他有一只教室已经不见了，已经不见了、哦。对，他已经不见了。完了，什么意思啊？但我错过了什么？他离开快的，我还在看这只王虫的同时，那只教室就已经死了、欸。哇，好快哦！完蛋了，这有点快。啊，又虚空剑，又虚空剑，对吧？同样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就要持续的出。啊，这只王虫还是抓掉了啦，没问题。啊，但我觉得那个王虫也不急着抓，你知道，反正他迟早都得死啊。也是啦。啊、那我看一下券的视野，我看到什么？还有看到星际之门。那确定 Nice 是一个 BS 开。嗯，好。在虚空出手之前就已经看到这个 BS。好，虚空出门，和上一场一样，这个虚空剑，好像不能说跟上一场一样、哦、不然他等下就掉下来了。你又知道他等一下不会掉下来？开局啊！你又知道他等一下不会掉下来？我不知道，等一下有可能是有可能再掉下来的、啊。那倒也是有可能啊。我是不希望他再掉下来了，不然这样我很尴尬哎、欸。好，加出确定吗？不会那么夸张吧？确定吗？那如果掉下来怎么办？他如果要掉一场怎么办？如果他跟上一场一样，在十分钟之前掉四台，我就送五个订阅。那我有晚餐吃吗？你好，你也有晚餐吃。好不好？十分钟啊，我还有各位，还有五分钟啊。还可以，他可以掉三台扣打、啊、我先去汇款给那一场。我掉三台，他前面第一台也没有掉啊，说啥呢？他一台都没有掉。好不好？快了啦，快了啦！快了，后面两台又接出，后面两台又接出来了。网上讲的出来就要去送一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感受了，我闻到醉鸡的味道了，是脆皮醉鸡啊，不是？脆皮醉鸡还有脆皮的、哦，这感觉怪怪的。我也不知道，还是凉拌醉鸡？凉拌醉鸡啊！我黄信选手，你注意点哦，黄信选手注意点。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因为我钱赚很多，是不是？你给我注意一点，哎、欸，一台都没有掉，啊、没事，回个护盾再过去啊，千万不要冲动啊，好不好，朋友？哎，很想这个券是不是打算龙补一补，然后直接打一波过去啊？我、有可能、欸，65只工兵，他赤蛇射程竟然已经在升了。哎、来喽，嗨！不要！哎、他什么时候迷恋上这种爆虚空的打法、啊？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他不是用很久了吧？但就是因为用多了，所以才会说这是垃圾打法。
没有啊，没有别招可以用了，是不是？你用都不用，你就不会说这招垃圾，就肯定是因为用了很多，所以才说这招很垃圾。那还是蛮有逻辑性的。好，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哦。好，空军应该要升好了，空军应该要升好。目前一台虚空塔还没掉，时间已经来到六分半，还飞了一只幻象。这个券，等一下这个刺子按一按后从一起爬，一起要过去了，你知道吗？真的啊！妈的！这啊，很好，很好 ，nice。往前飞哦！我 A 过去，然后虚空掉干什么？我 A 过去，然后虚空掉四台，那这样子算吗？算啊，反正十分钟之前嘛。啊、哦，那可一定可以啊，那这要 A 过去，一定可以。他这要 A 过去，现在神珠就回家，神珠就回家。他现在都不用回家，奈子出来，奈子出来，哦，什么意思？他进入一个包围网，他完全没有看刺的从那边走过去，Why are you doing now? Why are you doing now? 要不要 Zero Call? 要不 Zero Call? 我给你个机会。要不 Zero Call? 先隔吃，不要。一只。哎，等。不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要！你快走！你快走啊！走进。一只。哎。两只、三只、四只，哇，有饭吃了，睡啦。不是，他可以走哦。哇，1000块不见了。心好痛、啊！四只。好啦，我说到做到，好不好？但我要必须强力谴责啊！我要检举这个。不是啊，他刚好掉了四只就走了呢。对啊，他什么意思啊？我要检举他。我送完订阅，然后直接按下检举 report， 他台直接变不见。四只。太夸张了吧？不是，他刚刚就不用死的，他前面的操作做了那么多，戏也那么足。我好伤心哦、喔！我好伤心哦、喔！就是也不是啊，演那么足就是要让你，就是要让你有那个突然心痛的感觉、啊。还是这个券怎么看都是还是要一波啦，根本就没有提供防哦、喔。对啊，全部刺死啊！现在开始提，但已经很慢了。阿奈这边在升冲锋狂，但冲锋还有很久一段时间，他守住这个高地，我觉得好像有点危险呢、欸。有点危险哦！你还走下去就要出人命了，你还走下去，你再走下去，你真的要拜拜。电池要赶快盖，然后等下压力会很大，因为还有毒爆虫。立场关键，虫族的兵是兵分两路，要来进行一个包夹。第一波立场开始隔，我来喽，先切左边。啊，你隔这什么意思？扫兵，你第一波就放毒爆虫上来了，你后面再隔的不都是白隔的吗？好，先吃左边。边先吃一波哦，血量很多。这个还没他的提速还没好啊，要好，都好了。Go！神族这里这些狂战士其实是很怕这个毒爆的、啊，有没有细腻的操作可以把这个毒爆给点掉？不然分一下狂战士。屁啊，这个点个蛋蛋哦。可以啦，他那么明亮，有散就不错了。有散就不错，你还没有散，还没有散，点可以点啦，怎么可能点不到？你不要骗我！你要用什么点吧？你要用什么点吧？你要狂战士去点了。可以啊，虚空先碰一下。虚空，你怎么敢往前啊？可以啦，你看他现在站着，完蛋了，狂战士死光了，站着要死了啦！快点刷狂战士，拉出工兵，完蛋了！刺者死光了，虫族完蛋了，妈，这就是不会啊，虫族后面还可以再虚一波啊，再爆一波刺者过来 A 死你就好了。那神珠要不要？我刚刚好像听到就是有人补偿我的声音，有人贴补一下，他抖了100个小气点，哦，好感谢你。你说150块台币的部分吧，150，100个小气点好像没有那么多，150个小气点好像是30块吗？30块台币，好像是30块。直接不反压了，来自杀了，我觉得不太怪怪的哦，怪怪的哦，狂战士不太够哦，不够多哦，对面这个远程的一攻已经耗好了，虚空如果送一波，那就真的不用打，直接拜拜。好。外面还在去刺蛇，但是真的打算走这个虚空狂战士走到底哦？不可能，我跟你讲，这个再继续走下去真的要输了。我他一脸就是他要输的样子啊，你不觉得？什么意思啊？对啦，现在他这个失控只要能够开起来就还行。但是人家打他也是要转个兵啊，他没有，他现在没有提闪电很痛苦啊。对啊。嗨，我来了。帮个忙，帮个忙，中间还要吃一波，吃一下，吃一下啦，人家送你的。好，要啊，可以，有吃有吃，有拿又有吃，往上打，好像是不太够哦，好像是不太够，为什么他的钱也不太够？到底怎么了？拜拜，虚空死得很快，掉了有点多，哦，
好像还是换了一点四蛇，但是后面又来了，后面怪怪的哦，后面的一直在前面一直往前续哦，欸，他怎么没有点掉？哎，欸，完蛋了，他全部都走回来了。完那，好，但是在这边也是要很注意，他怎么感觉啊？他把所有的经济都拿去出虚空了，他没电又没球，啥都没，狂战士也少得很可怜，怪怪的，怪怪的。后虫已经爬这里来了，这个虫他已经扑过了半场。等一下离心虫沟，毒爆的滚速都要好啦。啊，四矿这里的电池还没有好哦。嗯，那我们准备跟奈斯说一声晚安的，你知道吗？要晚安了 是？晚安。要晚安了吗？这边这一波过来很凶猛哦。电池这个时候好了，但是看到后虫不敢出手。神族的二攻要完成了，还需要一点时间。这边四矿是直接把攻兵给拉走。哎，毒爆好像第一波没有炸很多东西，但后面还有一波毒爆。后面来了吗？本来还有更多的毒爆虫，这边虚空剑都在点这个后虫，在点的很慢，还有很多的刺蛇，还有没有更多的狂战士能够把这个刺蛇给解决掉？虚空剑一台一台的在掉，一台一台的在陨落。哎，但是其实虫族的部队好像死蛮多的，因为在场上分批多线了一下，好像有狂战士进入到了券的三基地，砍了16只的工兵，哇！如果没有这一波，那我觉得奈斯可能等一下下一波可能就要爆炸了。没有啊，我觉得下一波炸还是有机会炸啊，还是有机会炸，但不炸，真的主要是奈斯都是这个东西，都是这个狂战士跟虚空哦，所以这个其实他的那个只要劝退一波地面的毒爆，其实他还是得死啊。没错，因为这个虚空刚刚其实还是被耗的有点多了。刚刚我看这样总共死了几台虚空，他总共死了17台虚空，虫族是死了94只刺蛇。我跟你讲，虫族聪明一点，不要打这个，不要下去打就好了。我们走上面，先把它上面的光炮点掉，对吧？哎，不要下去啊！还要求战吗？疯哦！还要求战吗？这边上来有一颗毒爆，后面还有第二颗，两边在刷兵，神族兵力看起来很分散，而且部队数量好不太够，但是被包围了。是被包夹了，哇！哇，他家两边承受火力，自己家里面又跟着爆开 ，nice 这一场，终于用这个虚空剑的达成他的心愿了，好不好？达成他的心愿，扳回一城，比输二比一，但很危险哎，我觉得他真的是随时任何一波直接爆开都是有机会的，对，他，所以我很想知道他就是。觉得这招就是哪个部分比较厉害，你知道吗？就看起来很抖，你不觉得看起来很抖吗？很抖啊，一定很抖啊！我觉得都是那个券后面的东西没有接好，不然我感觉应该早就该接死。你说换个人早挂了，对啊，早就挂了。我感觉换个人早就应该挂了。我也觉得很危险哎，这神族兵真的看起来真的是有够少的。哦，好了，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恭喜 Nice 有拿，目前是拿了他的第一分。欸，我们不用等到什么让四追五哦，我们先让二，好，让二之后我们追一分回来，让这个大家的节奏缓一缓，对不对？那我们中间也要是稍微休息一下，欸，休息一下五分钟之后呢，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好，观众，欢迎回来收看礼拜三晚上十点的星图 Paper Star 台湾星海募资邀请赛，我是今天主播 AD， 我是 Seven Top。我们来到了是 Nice 对上 Chen 的邀请赛，目前双方进行到了第三局，比数是1-2，由 Chen 来做领先。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场比赛，等待双方就绪，哦，就可以直接开始。前面三场 Nice 其实应该都是设定要打一样的战术啊，看起来。就是前面的单 VS， 然后出到两台、三台虚空之后，转一个双 VS， 疯狂爆虚空，对，疯狂爆虚空。然后中间以刚刚上一场的感觉来看，他应该中间就是带着那个教士以及哨兵会去做潜压，对。但是包含在第一把，哎，第一把是直接被劝一个前期的带着工兵穿矿的爆狗 Rush 给咬死。那第二局。哎、欸，你说，哎、欸，再一把那个爆狗，你要请我吃两餐呢、欸？哦，请你吃两餐是不是？对啊，还是一餐当两餐请，就一餐吃双倍这样，双主餐。哎、欸，好像很有道理耶、欸。对啊，我不相信啦，我虚空刚刚是我跟你讲，虚空刚刚那个是我大意，大放送是不是？我大意，大放送，我大意，大意了，我大意。我跟你讲，这张图是有机会的、哦。大意师订阅。还丢了一个晚餐，没有、啊，你不是私订阅啊，你送订阅、啊，大一送订阅，大一送订阅。我好什么不幸的消不幸中的大幸是什么？最近美金比较便宜，对，不幸中的消息，不幸中的好消息，对，所以应该不会那么贵，但应该也蛮贵的，莫名其妙喷了5个订阅的钱，到底是为什么？哎，这故事告诉我们，讲、欸、话要深思熟虑啊。哎、欸，真的嘞！哎、欸，不知道、啊、他掉虚空，然后他还可以还有钱可以拿、欸，哎，就是怎么有这种事情呢、啊？他再多送他说，那如果他又这一把又掉了4台虚空、欸，哎，我不管，我虚空这个事情我已经不管了，他已经不管了是不是，他已经太过分了，哇，他已经让你失望透顶。如果他工兵被咬了再说啦，啊不是工兵被咬，那个前面爆狗把他咬死了再说。靠北，我还真不相信你说张图有机会，那倒是啊，潜水艇嘛。对，潜水艇，我们来看一下点位好了，在右下角5点钟，哎，是红色的墨西哥虫选手圈，这边又被挡矿了，所以矿被逼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左上角呢，11点钟则是蓝色的 Nice， 2-1，丢掉了2张黄金支柱，然后拿了1张光与影嘛，地图又回到了比较。偏小的潜水艇，我已经忘记他们两个人各编什么图了。哦，好像劝是把那个死亡光环给编掉了。死亡光环也是很，就是很难进攻的，也算很难进攻的一张地图啦。因为那个你三矿开一个三角形，其实上面那边你其实上不太去，所以留这种、留这种小的地图也好打。这张图相对来说，他如果要打一波也算好打的，也是。够小，哎、欸，我跟你讲，他6条狗要一波了。我跟你讲，要一波了，一波了是不是？要一波啦！你没到，我跟你讲，你这个看到有，我跟你讲 ，Nice 应该有感觉，因为正常来说，你不会是主矿，你不会是这样子一直按，就是主矿，你看到两个卵是在狗子好之后才按的，那都很有可能是要一波了。嗯哼哼，对，那基本上这把，你看，这个工兵又出来给小了，他又出来给小了，他又要出去了。哦、看到了，他真的要来啊，他真的要来啊，真的要来。对啊。Nice 就不会有被穿，哎，我要赚第二餐喽！我要赚第二餐喽！哎、欸，这个教室往前，哎、欸，这个教室往前，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机会吧？看到了！好，看到都还来得及，看得到都还好说，看到总不会还死了吧？看到了，他回去刷了，哎、欸，但是家里是那个哦，哎、欸，哦，吓死我！来，有没有他狗还在按？不会，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哎、欸。哎、欸、，Nice， 不要这样子哦！你这样子，我订阅进去，把那个教室，把这教室咬死！这样子，是呀、啊，我跟你讲，哎、欸，他这个教室等一下只能在外面哎、欸，他不能在里面哎、欸，哎、啊，在外面不就死吗？来了，嗨！哎、欸，什么意思？电池好了，好，电池好了，很好，卡进去 ，Nice， 哦，晚餐飞走喽！没有，还没飞走，飞很多把哎、欸，还有很多把，我不相信啊，他还用同一招，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相信啊！可以啦，对不对？我看到了，怎么可能还给你这么开心？你不要再骗我了。哎，不是啊，你开心我还没开心啊，我那个晚餐还没拿到，我才拿到。有啊，你拿到一个而已。我跟你讲，人要知足，对不对？拿到一个就很厉害了，怎么天天都过年啊？路上走一走就有晚餐可以吃，可以啦。对，他又选了一餐不够，一餐不够，我肯定要吃两餐啊。哎、欸，我现在在点牛排，它叫大块牛排，有那个牛鸡双拼呢，好像很赞、喔，听起来很邪恶，好像很赞呢，感真的好饿哦、喔，点起来啦，点起来，点起来，点起来，差点我要再多喷一顿晚餐，可以啊，这张图也是多亏这张图小了呗，它教室很快，那狗其实也藏不太住，刚好看到了。我跟你讲，刚刚那个教室，要是那个电池再晚个一秒钟，我跟你讲，还有跟着爆爆，这把还有的打，因为你完全没有东西可以去处理那些在咬你建筑物的狗，它那个建筑物，全部都会被咬光光，你知道吧？它那个盖在兵营后面的水晶塔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懂哎、欸。会怕啦 ，OK 吧？可是放那边有毒口，它那个地方有毒口的效果吗？不是啊，他说明原本堵了，然后上面发现怎么还有一个小缝，你知道吧？哦，真假的，我刚刚其实没有仔细看，但怎么看就怎么觉得奇怪，因为那个兵营的兵是竟然是只能从外面，是只能站在外面的，怎么看都超奇怪的。哎、欸，这个人打到一半，他竟然还问我分数，哎，我只有看过主播赛评在问分数的，我从来没有看过选手在问自己现在几分的。靠杯啊，他是怎样打到又睡着是不是？十二滴啦。还在跟你哈哈、啊、哈哈，我就是十二 D 要来，但是奈子这边有挡框，来看一下这张，一样是由券所选择潜水艇的地图右下角是目前十二地方去的券，左上角这是 nice， 来又来挡，好，可以，就看奈子什么时候上去了吗？哎、欸，他工兵要直接去前面盖矿了吗？好像是哦。蛇、欸、弟大师为我们解释一下。不是啊，啊就直接去把他那个门口那个卡住啊，然后等一下狗过来就直接跟他说晚安啊。他 nice 还说 cheese again。不是啊，你再看一下的时候，人家已经在你门口盖珠宝了，你知道吧 ？Maybe。在有啦，没看到二矿了啦，没看到二矿了啦，还要把那个门卡住了啦。你看，就像这样，这个东西我知道。我以前谁最常用，你知道吗？你知道是谁最常用吗？请说。那个中国的朋友 Silky。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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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怎么觉得有点危险啊？我觉得奈子在守这种东西，不是都是你知道吧？等一下，你赌这样没关系啊。我等一下大不了把那个基地炸了，然后我就冲进去了。这样子有一个口，啊、这样子一只狂人是站住吗？还有一个洞啊，还有一个洞、啊。但是问题是狂人是进不去啊，他从后面走出来。哎呀，在外面嘞！他刚刚是不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在里面？完蛋了啊，这个基地要炸了，好尴尬，好尴尬，好尴尬！还有别人的建筑学来帮自己卡位，哈哈哈！哎，而且他这个珠宝估计是会盖好了，因为他这只狗不用拉管，这只狗憋死就好了。电池，这样是不是还有一个洞啊？第二只狂战士。Okay.但是黄石也会在外面哦。哎、欸，那狗挤一下，看这个，欸、有把这个教室出来前，把这个冰咬掉就好，把冰咬掉，哦、把冰咬掉，冰好像会掉哦。这个电池还很久、哦。我跟你讲，我个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第二个基地，还宠态不够多。哎、欸，我觉得怪怪的，这样真的可以吗？去了啦，已经去了啦，去了啦，你看去了吗？去了啦，去了吗？去了啦，你这个、啊、可以 OK 哦，好像去了、哦，去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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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有这狂战士？是咬不死的、欸。戳上去就好了。刚不早点上去，然后这边被砍了很多只才上去。哎、欸，我尴尬尴尬，教室要出来了，这边还在放水晶塔。是啊，他后面那个，他后面那一个，这个基地到底什么意思啊？他去盖一个第四，不就世界冠军了？他怎么在盖那个？毕业啦，毕业啦，毕业啦！不要管比赛的高潮。对，高潮是高潮迭起。哎、欸，这狗这么多，你直接去咬狗兵就好。你到底为什么要下来啊？他想要咬那个教室，他现在很兴奋。你不要管，咬他妹啦！他上去，你不要管。哎、欸，啊，把电池咬光了，电池要爆，电池要爆，拉弓兵，拉弓兵，这边还有一颗电池，两只教室卡着位置。
但没有电池的情况底下，这一波还有办法守住吗？工兵帮我输出一下，工兵输出。完了，没有了，没有工兵了。工兵死亡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他盖两个基地可以一次出两只后虫。哦哇哦，他一次盖两个基地可以出两只后虫，但是他比赛结束的时候只有一只后虫啊，什么意思？没有啊，他没有想到 Nice 这么快就倒地了，你知道吗？很奇怪啊，很奇怪啊！完蛋了，怎么办？经过今天这个比赛，这很经典哎，怎么样？你说又可以帮 Nice 做一个剪辑吗？我觉得今天每一场比赛都很经典啊，怎么样？你不觉得吗？啊，那我们就这个永远传送啊，我们就永远传送。永远流传啊，我们就歌功颂德。怎么会这样子啊？请问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帮大家再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吗？是啊，就基本上那个珠宝盖成那样子就差不多要结束了，你知道吧？就卡那个位置。啊，只要卡到那个位置，你后面其实就很难打，因为那个就是有一个洞啊。啊，你考完试在外面，你在里面在外面都不对，你知道吧？嗯。的确，因为你在里面的话，你的建筑还是会被拆啊。你必须要就是拖一点时间，不要让那狗一直去咬你的建筑，你才有办法守住后续嘛。可是你在外面，然后又卡成那样，然后你又很容易就是被包起来。我唯一想到的机会啊，就是不要盖 BY 啊。你下边那个盖的是冶炼厂啊，然后对下光炮，哦、对下光炮应该对下光炮可能才有机会啊。哦，对下光炮。对啊，你用光炮建筑学堵住，因为你看你兵一定做不出来啊。你用建筑学卡一卡，然后把光炮弄出来，对不对？或许还有一点机会。可是如果你盖了冶炼厂，然后那个主堡，不是啊，因为你的那个兵一定保不住啊。那倒是。Good question。看一下双方的。第六局，我们进展的非常快。为什么我有点卡？你会卡吗？不会。什么意思？我好卡。你是不是你才是那个病毒包啊？你的电脑？我是病毒包，怎么可能？别说了。我好卡哦。我看一下我几病。这么夸张吗？好像好了，好像好了，好像好了。刚刚很卡，现在好一点。来看一下这张地图，前面 Nice 也是选过这张地图，叫光与影。左上角是目前已经拿下第三分的 Chen， 这场要裸双了。然后右下角这边五点钟，这是蓝色的 Nice， 又挡框了，又挡框了，把把都挡框。就上一场为了挡那个框，还自己被12D打死，可怜啊。3-2，感觉双方很激烈，对不对？还以为已经交战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时间抬头一看，哎，还不到11点，很激烈啊，很激烈啊，异常激烈啊！你看这激烈交战，这个，哎，我们还没看到你上比数，完蛋了，我现在忘记几比几了，3-2，3-2，打了五把，对不对？一把平均十分钟，啊、牛逼，十分钟以内，十分以内，对啊。只有那个没有那个掉四台虚空那个也还没十分钟他拖到后来有十分钟吗？好像有，没有啊？有啦有啦，他要试矿，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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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了，滚来滚去，应该是接近大概十几分钟，对吧、啊？太过分了，每一场都这么快。好，挡完矿又去做一下侦查，在上面不停的吸。这场总不会再爆狗穿工兵了吧？这把哦，看起来不像啊。对啊，画起来不行啊，不像不像。没有每天都在来制造的啦。他已经今天已经来两次了，他没有第三次的可能也不排除吧。没有招可以用 是？太过分了。这工兵。哎呀，直接被这个三矿出来的两只狗给咬死了，这水晶塔应该也要炸，赶快炸！拖延时间，有取消，然后第一只教室要来送啊，不是来送，来看一下，干嘛？怎么了？很卡吗？怎么连选手都暂停了？啊，叫外送啊，叫外送，墨西哥外送是不是？
对啊，墨西哥外送啊？请问外送来的是那个吗？难道是那个 什么东西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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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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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K 位的啊，哈哈哈！还是大麻，嗯，我墨西哥外送先检举，很危险呢。你很危险啊！啊，Go Go！游戏继续进行。第一教室，快跑啊，朋友！这个教室其实比较多的功用是来看一下虫族到底在干嘛哦。作为一个火力侦察单位，好，上来看一下券的三基地是不是已经放下去了？券好像被点了一只王虫，对，队列上来把它点掉了，所以券这里有点小卡人口，好像也没有小卡欸，好像卡蛮多的欸，卡蛮大的欸。在已知自己王虫会被点掉的情况底下，这个人口好像卡了有点久。这个卡成这样已经变智障，你知道吗？然后他又要卡，他又要卡了。这真的是卡世界久哎。对啊，不会啊，他把那个工兵变成他喜欢的形状之后就不会卡。那他需要变成很多他喜欢的形状哦，他要赶他还没按哎，对啊，他也没有按哎，这什么意思？哦，按了，这很久了吧？这已经很久了。哇！然后他生的是一公狗，哦呦，他觉得 nice 又要 2BS 了吗？以前打一公狗打这种 2BS，可能就是因为对面就有凤凰嘛。对啊，那如果这凤凰个很强。虚空剑一样的感觉吗？如果这个 2BS 是虚空，完全不一样，好不好？完全这不一个样的。虚空打狗其实老讲也是很快的。现在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你打这个虚空是要再往后打的，而且后面可能全部都是空军啊。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打的是一公狗的时候，有可能如果那个神族这边就是你前面没拿到神族的东西的话，嗯，那你打到中后期，你的四蛇是完全没有攻防的啊，所以你打到中后期，神族这边就会有一个科技上攻防上的领先了。哦，那就不舒服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赌注啊！你看他现在一直按狗，那这波狗过去势必一定要把这个三矿压掉。嗯，这个三矿一定至少要压掉，让他后面矿是开不起来的。我觉得哦，Nice 又打一样东西了。这边两 VS，然后爆虚空，升的是空军的一攻，但是自己的三矿其实已经陷入到一个有点岌岌可危的状态了，因为这个狗是马上就要来了，而且等一下一攻也要升级完成。这边一只教师卡在这里没卡到，卡了一半，原本卡了，但是后来不卡了。好，没关系。后来又刷了两只，然后搭配这个虚空剑。我是觉得这个你就这个教室哈，就不要再乱跑了。还在转王虫，这边券的人口真的卡到不行呐、啊。虚空剑的反应有点慢，走得了吗？哦，好像走掉了。主矿这里然后也没有事情。他的四矿拍也慢了、啊，因为其实正常来说，应该说正常来说，那个打通常打这种那个四公狗的、啊，矿其实会开的还蛮快的。嗯哼，但他现在都还没有开，他直接放下了感染虫草，哎，这么神奇啊！他要直接回去拼科技啊？什么？哦，这么神奇啊？这么厉害啊？这么没梦想了吗？这么没梦想？哦，他们这个人不懂得如何坚持到底，哎，对啊，什么意思啊？没有啊，他现在也够穷，哎，因为他前面卡人口卡成智障，然后他前面那个爆狗也基本上什么都没咬到，哇！这把自己打入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哎、欸，立场切，好，电池也好，没事，他有点害怕，所以他放了两个，然后连超级电池都放下去，怕到不行。啊不是啊，你人有年纪的尿会滴出来是合理的吧？什么？他的年纪比大家都还小好吧？人有年纪，说啥的？哎、欸，有王虫可以赚，有很多东西可以赚，想赚想先来点什么？先来两只王虫，然后就回家了。嗯，好，知足常乐，还可以逼退一个四矿，开心呢、欸。开心，这个开心，不要送之前都很开心。对面这个时候要回来追这个刺蛇的科技，但其实有点慢了啦，因为他前面这个一公狗真的是没赚什么东西。来了，这一波要推进了，跟
第二局啊，不是第二局，第三局的时候 ，Nice 打得很像，一样是在光遇原地图，他这个哨兵跟教室搭配大量的虚空剑，又来到了重组的四矿这里。好，哨兵可以做立场的释放哦，开盾。刚刚那个没有奶到，后筒奶起来。好，赶快奶！第一支虚空剑要爆了，第二支虚空剑也要爆了。还有奶吗？就直接扎下去了吧？他被卡住，他想扎，他没办法扎，让个位置。你就扎后面的啦，完蛋了，后筒被秒了，后筒被秒光了，后筒要死光光了。但是虚空剑其实也都很残哦。后面兵还在接。这把还有个伏笔，你看这个 chain 的三本就好了。这是个伏笔啊，这只要这波拉撑过去啊，然后后面拉有办法拉跳出个两只飞嘛。他现在出第一只。你还记得上次 nice 拉那个寄生炸弹的样子吗？有三跟没散一样，散成花。他没有散成花，他是散一散被炸成花。被炸成花是不是？有，没有，他根本就没有在散啊，有啦，他有尝试散啦，但散不开哦，直接秒射三本，哦，已经出了，所以其实好像还能接受，很猛哦，很猛哎，这边会用两只虚空剑代价换了个三本，但是飞蟒其实还是被硬生生的挤出来了，对啊，他已经先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能接受，这飞蟒等一下只要去把能量吸满，然后这边推破，我觉得是绝对是有搞头的。这边可能还是有点压，我看一下飞蟒是有三只，然后 nice 这边部队往前做集结，还在提这个冲锋的科技。好，不要看 nice 现在人口领先了，这是有机会被一波逆转的。只要这个毒爆，毒爆有变，然后那个飞蟒直接在那有丢。对，然后 nice 散不开，他有散开过吗？不要让给他那么大的数量，他应该是可以啦，数量不要太大。你这样冲是不是会不会把自己冲死啊？来，我不要吧，我来了，你来了要去哪里？好，立场直接做切割，应该要直接走。想要秒飞嘛？好看你赛怎么样？不是你拉错了，他拉错了，头很痛，但是后面背面好像着火喽。丢了一波狂战士，这一波的精髓，但这一场是只杀了四只的工虫，他拉错了啦，大哥，没有那么难点吧？啊，可是空虚会重叠啊，你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对。那你有尝试过？你有遇过那种你从哪从，然后需要散飞糖？很差，那你散不开啊，放弃人生啊。你他妈最好是有办法像 Zero 那个只拉一只出来，这个也超夸张。那个超难的，跟鬼一样。飞龙散不开，可能因为飞龙很容易重叠。对啊，那么小一只，动不动我跟你讲，看到飞蟒我就觉得已经可以跳了，你知道吗？那个飞龙打飞龙团，他蹦了两只飞蟒出来，我就觉得啊，差不多可以跳了。正面那个立场怎么没有放？他毒爆哇！这个立场怎么有放跟没有放一样？好，拉开了，怪怪对啊，虚空剑已经散开来了，白球这边还在合。没有，已经被他好不容易有电，好不容易有电，但他没有高阶圣堂了，他全部拿去合球了，因为这一波压力很大，他下面爆开，然后这个中间感觉也要爆开。上面虚空剑一台一台在掉，毒爆直接滚进，什么意思？他毒爆不滚？没有，不用滚啊，随便打都爆开了，这刺蛇这么多啊！工兵拉上来，想要帮忙一下，但是虚空剑已经一排倒光啦。这一个双线的进攻，那也是感觉扛不太住，是直接打了GG，4-2。不是吧？但是。也是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啊，这个真的是中间很有可能随时都直接会炸裂一波，他就直接炸个。不是啊，就这些兵就很不靠谱，因为你看这券就出了很多，就是很多都是可以克制奈斯这些部队的单位。你看，你毒地面有毒爆，你有什么冲锋狂？对，那天空有虚空，我他妈的我有那个我有飞蟒啊，是基本上单位都是克制的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说你基本上你觉得对啊，单位都是克制的啊，所以这波打赢我觉得就很正常，就真的是随时都会爆死啊，就跟你他妈你出了200的口狗，对面只有100的口火车，你一样打不赢啊，真的耶。但好不容易他刚刚把闪电要拖出来嘞，就是都是梦啊，都是梦，可怜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是真的睡着了。你看他现在还进不了大厅呢、欸，他是直接睡死了。怪怪的，怪怪的。哎呀，怎么已经被听牌了？这样不行欸，我们 TAP 的外送还没送到哦。我才刚点而已，还要很久嘞。对啊，你好歹也坚持一下吧。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怎么会这样？要爆开了呢，要没机会了呢。赛末点在手了呢，我帮他换一个 skin 好了，看他会不会转点心情。四比二，这跟我们让四追五的感觉不太一样哦。欸、你是不是觉得这太快，快到你连想进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哦，真的耶，真的耶，我完全忘了耶，不是真的太快了，真的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哦，你怎么还记得这个？这个节奏我喜欢啊，我都是等你进去我才，这一按的开始我才要讲，还埋了一个伏笔，埋了一个伏笔啊，好夸张哦。有人一直问你的 GIF 是什么、欸、他们对你太不熟悉了。真的欸，我跟你讲，这个影片啊，这个 GIF 截取出来的影片啊，在去年的炉石大师赛上面啊，被放了一两个月的广告。他们都就应该要缴那个，就应该要肖像权版权费给我，都要肖像权的那个费用给我。他们，你看这个脸在那边，还有我的声音 ，Take my fire， 吃我的大火球。很好啊，太过分。对，他是觉得你在星海没有什么舞台啊，换个舞台给你多点机会曝光。对，我才不要嘞，靠北。对啊，你看星海又没有什么办法让你上去丢什么、我们没有火球啦，我们有手榴弹啦，不然丢个毒爆船。可以啊，没有啊，我去演一下那个刺蛇啊，对不对？这大家都很喜欢演刺蛇，那要吐口水。我们就那个啊，我们就演那个，就找玩虫族的，然后。从那个体型最小的，然后一路排过去，然后演到那个体型最大的赤蛇，赤蛇进化史，你有看过吗？有，我有看过，有啊，哎、欸，那你不能当赤蛇、欸，你好像，我只是肿了一点，我还是可以当赤蛇好吗？好，可以，那、啊、赤蛇要吐东西呢？可以啊，我们一人准备一口口水。那已经不是一口了，喷个不停，可以啦，喷个不停，直接开喷啦、啊！哎呀，没有舞台啊，对不对？不然 TAP 就上去吐口水了。哎，哪一个？我就问你，哪一个舞台可以让我在上面吐口水？还是我们明年约一坛去那个叫什么？叫抢菇吗？然后我们就站在，我们就爬到上面去，然后在那边吐口水。你确定你爬得上去吗？你确定我们爬上去吗？不要说你好，你觉得我们爬上去吗？没有，我爬不上去倒没关系啊，我可以把那个爬那个抢菇那就是那一根杆子弄歪，我还是可以碰到顶。弄歪，弄歪是谁啊？不然我们找个起降机吧，然后我把我们都吊上去好了，从上面把我们吊上去。可以，那你下重本呢？对啊，对不对？我们要为了星海的曝光，拯救星海的曝光，对不对？你下，然后我们就掉一排人上去，然后在上面模仿赤蛇这样子，好像蛮智障的。什么好像蛮智障的？是真的很智障啊！但好像又不错，智障的好像很可以的感觉。好啦，这边第一次教授出来，我怎么觉得奈子又要打一样的东西？他今天是不是就同一招，然后一次打到底啊？他是不是真的完全不想思考了？你说奈子吗？对啊。他看起来像是有在思考的样子吧？他的确看起来没什么在思考。来了，把这个王虫点掉。奇怪，他这把到底下了什么科技啊？嗯，在场哦，换了，终于换了。我以为他没在思考，思考的节奏终于提起来了。好，飘走。哎、欸，我还是觉得上一场他应该可以说前东西有优势吧，因为对面。抱那批狗什么东西都没有到，然后自己的营运人口卡到炸裂，然后他中期就这样为了因为那个虚空剑，然后一波被推死。他现在今天就是来证明这打法有毒了，是吧？好，所以因为已经对方四分了，不能再让了，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展现就是他的真实力吗？
真正的实力，真正的实力。来，两只教士进来，先杀一只工兵，然后把狗全部甩光。好，上去看这一把要直接来一个共振炫刃教士的前压了。跳上去，卡一个位置，开心。还看到你的蟑螂分散，也不是。好，继续甩，继续甩，哇，可以甩很多，很开心哦。这个只有一只后虫打很久，哎，他怎么还绕了一个位置？好，没关系，没关系，还是可以点，还是可以点。好，残血就直接选择，哦，没有哦，可以绕出来继续打哦。哎，你怎么事情做一半？好，没关系，下面在等啊，下面在等，那应该是不行。不是啊，他可以走掉啊，怎么不行？他走掉就好了。他也没有走掉，你看他也没有走掉，他回来了。哎，我又回来了。哎呦，还可以打两票。哎呦，哎呦，有有赚翻，血赚哎，暴赚哎，暴赚一波。但这个人的这个教室真的有，他这个教室，请说机会吗？因为蟑螂都在按了，这券我跟你讲，券现在这个提速，几兵啊？四个兵。他停了这个。这个农民术，然后现在一直提在按提速的蟑螂，跟你讲，40只工兵，然后爆蟑螂。这个有可能，如果他这个蟑螂一直按反推一波，是有绝对爆炸。嗯，当然是 Nice 这边很快就下 BB 嘞，他是不是想已经觉得，等一下如果反打的话，可以出一点烈光球来做。哎，他怎么进来了？他怎么进来了？哎，他看到蟑螂在脸上，还直接进来杀哎，喂，非常有勇气，工宣的好，好 H 柱开杀工兵。好，这是有攻速的教士，所以点工兵是点的很快哦，杀了四个，然后再飘走。飘到了，飘回去了。走人的啦，你这个不能再送了，走人的，不要飘。另外一边还在动，另外一边还在动，这是个双线，然后上面还有人镜，等下有机会打一个三线，哦、到处都开花，真正的实力要展现出来。没有，好像没有杀到工兵。出了一点误会啊，我刚刚还想我刚刚吹起来说，但是其实劝他这一波他也没在补工兵，他就是。这一个大，等一下就要反推了、哦。对啊，当然，对吧、啊？他、啊啊、这个等一下东西要退回去了。欸、那是还要再刷吗？那、啊、他怎么还没有狗数啊？对他没有狗数、嗯，他就蟑螂移动速度、哎。我来了，我来了，哎，直接上来，这教室感觉要死光嘞、哦！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蛋、啊、了，乖乖的，乖乖的，包起来，教室死光了，包鬼！啊，你死光的同时，哎、欸，人力站一下，直接走了吧！救救他，救救你的伙伴！你不觉得虫族工兵真的很少吗？但其实不是你杀的，是因为他原本就没有什么工兵啊。够了够了，劝不要演了，要往前推了吗？他开始刷工兵了、欸，我以为他会直接……嗯，该要推了，没道理了，真的要推了。他现在只是怕，他现在是怎样？他只怕 Nice 还会再来穿一波，等一下又来反刷，是不是？但不管怎么样，你真的不往外走吗？那你前面爆这波兵就完全很尴尬哎、欸。有啦，还是把 Nice 的兵吃了点多。进来又再多杀了三只，虫族的工作单位这边还是停留在45、啊。他怎么感觉真的没有要出门啊？他就非常开心的把他的工兵数给补回来了，还是他觉得嗯不对啊，没什么好觉得的、啊，他就吃了那波教室，他也可以反推啊，没理由啊，肯定是可以留一点在家里，然后就走出去了。对啊，他真的没打算出门、欸，他就不出门了。他就做好自己要营运的事情，其他的等等再说。哎、欸，阿 Nice 这里他的三矿开的比较慢一点，前面教室死的有点太多，他总共死了20只教室。你看前面的战神换起来，其实神族是很亏的、啊，肯定很亏啦。他其实基本上他其实没有杀到太多农民的，他只杀到17个，而17个工兵啊可以换20只教室，开心哎、欸。哎，那就这是烈光球，你敢买头啊？一定敢拿上去，从上面丢，很多蟑螂很多。哎、欸，他是不是连这个，他连 OB 的提速都升了、欸？什么意思啊？不是啊，快还要更快啊 ，OB 也要快 是？哎、欸，四个，哎、欸、哎、欸，哦，第二发没炸好，有点可惜。第二发应该是可以炸很好，我觉得第一发是有让 B 对方必须要去做走位的。好，那劝这里的部队终于出门了。看到对面你的烈光球烧了完毕，变了大量的解血兽，还有毒爆虫。这一波关键应该要看一下 Nice 这三颗烈光球到底发挥的怎么样。哎、欸，什么意思？哎、欸，他怎么去炸、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炸到哎、欸，这样你都可以炸到、欸、什么意思？哇、wow, ，你是什么意思？哇、wow ！洗钩，洗钩，他洗钩了，怎么办？他洗钩嘞！来，炸一波大的毒爆虫了、欸，就给你一个机会。问你能不能炸到？欸、放左边，可以。啊、
好，炸一半，好像还可以炸更好，但没关系，立场先得。下面来的，要不要先来打左边的部队？左边的部队上面的立场被孙子提给砸开了。电光球继续，下面还有多少猎光球？哦，这一发可以，大的，超级电池开了起来。重组直接选择贴脸，那神族部队有点少哦。看猎光球还有没有大的？有没有大猎光球？有大猎光球！猎光球！哇！你说什么？什么再会？我说那个虫子再会啊！再回啦！没有，好像还是死、欸，好像还是死了。不是，他的人进就可以把那个不朽者给载上来哦。他载这两个猎光球可以干嘛啦？再往下丢，可以哦。超级远程，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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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说这就是虫族吗？这就是虫族吗？怎么可以炸了这火蟑螂？我还可以打输啊！卡个位置啊！哎呀，被杀了十只工兵了哦！不要再炸自己的东西了。啊，碎裂慢慢往前续，但是其实奈斯这边经济很差，而且三矿有可能会掉。哎，你在人家脸上丢，你不要太夸张，你就在二矿那边丢就好了嘛。啊，他不敢，他这个三矿掉了，出不来啦，二矿丢会。来不及啊！一定要在颜色人家才有机会啊！怎么可能？不要骗我了！啊，有没有机会丢？有没有机会丢？我就问你有没有机会丢？来发大的！来了哦！一只、啊，一只，一个，一只。这个猎王球除了两发大，但如果把虫族的部队全部留在这里的话呢？因为这个是要闪现的哦。如果全部留住，看你敢不敢跳？跳！硬换猎王球有炸吗 ？CT 是不是还没有好？哎、欸，有没有炸？问你一句话，拉走，然后再往前。完蛋，这列数量不够多，很穷，刷五只，三级又要被逼退了吗？又被逼退了啊，好穷啊！从这边失控都开出来了。哎，可以吃吧？你干嘛？去哪里？我怎么自己要多送三只追猎？打不赢啊！刚刚那个打不赢啊！打不赢，但是他刚刚也没有输出啊，他在跳舞哎、欸。哇！很穷，穷到没有瓦斯，这边也没有更多猎光球，猎光球刚死光，也没有不朽者，什么都没有。哎呦，有第二颗了，射到脸上啊！可以大的，不是啊，这大的炸完好像还是没有优势啊，他有点穷，他真的有点穷。第二颗大了，有没有机会？又来了，好可以哦，啊，不够大，一只，哎，把那个 BY 打了，这奈斯就不能刷追猎了。但他好像还是想直接哦，可以把门口全部炸光了，拆光。然后奈斯这边还有两颗猎光球，他真的还是必须投到脸上，再发大的，炸！哦，哎呀，就差零点五秒了，他炸不出来，门口已经爆了。Oh no！ 看来今天的比赛要告一个段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一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扛住。桌子看起来目前已经裂成了两半，没有能够成功平安的度过这一天哦。5-2，打出了GG。哎，今天感觉有失水准哎，怎么办？你好好的跟他教育一下，教育是不是？啊，我自己都教育，我自己都教育我自己嘞，我还喷了快1000块送5个订阅给他哎，他、啊、还有钱拿。哎，什么意思啊？好扯哦，叫他送回来啊，不给他钱了，不发钱了。好扯哦，什么意思？很夸张哎！就是把他今天晚上的钱打到我户头，我就好好教育他。他输掉了750，对不对？啊，我750就不给他，我750我就拿去送观众，对不对？合理吧？5个订阅刚刚好啊，对不对？可以啊。哎，2-5哎，他前面打什么？我看他来着打这个星图，他打虫族哪一次那么惨？我看看他打阿玛尼，他只输了1分，对不对？他打 Sotov 他还赢了1分，对不对？没有那么惨过哎。什么券真的有点太强吗？不可能啊，看起来很怪，真的怪怪的。可能发生一点不可抗拒的人为因素。不可抗拒，没有人在催他，哎，什么意思？啊 ，Oh my god！ 今天好吧，最后确实拿了5分，5-2结束掉今天这个 BOJO 的表演赛啦。这边奈谁真可惜，打这个虫族，虽然我们都知道打虫族是他的弱项，而且他最近准备虫族的比赛好像也是比较少。欸、他在应该上个礼拜前吧，好像基本上是没什么练打这个虫族，然后他好死不死，对不对？打那种大比赛都会。
遇到雷诺。嗯嗯，真是、真是 interesting， interesting。哎，好啦，再次恭喜券，好不好？今天晚上是拿下了这次邀请赛的优胜，哇，3000块入账，3000块入账，一折一喜，一折以忧啊！这个3000块付的，最近美金比较便宜，好像可以付比较少出去，挺开心的，挺开心的，挺开心的。好啦，如果到那时候开台，我们就去送订阅，好吧？但我不确定那时候会不会开台，因为他输了，好吧？我们也没有什么败者采访，但我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开台。他下午刚播完 GS 的时候，他应该还挺累的。那我们就等 Nice 下次开台的时候，我们再来送。那我们这边也要再预告一下，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前呢，包含在我们今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其实有蛮多比赛的转播的。今天是10月14号，明天是10月15号，礼拜四晚上7点会有我们的 Dream Hack， 也就是我们台港澳日冬季挑战赛的海选赛第二天，在晚上7点，那频道呢则是在 Twitch Arena 的频道，就大家记得不要走错地方了，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台港澳日其他选手的表现。那礼拜五的部分呢，则会是有 Blazing Series Reality 的第四季的第一场海选赛，也是海选赛，好，在礼拜五的晚上8点会为各位来做直播。那礼拜六也是晚上，会有这个 Dream Hack 台港那个冬季挑战赛的第三次海选，所以这个礼拜的我们比赛转播其实还蛮满的，从今天开始3、4、5、6每一天都有不一样内容会提供给各位，那也是请大家就是届时要稍微锁定一下本频道，按一下追随或是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然后对我们粉专业按一下赞，感谢各位，那我们就明天晚上的转播再见啦，我是今天主播 AZ。我是赛平 Top， 大家拜拜。Top 老师要去吃饭了，没错，我要去拿我的外送了，拜拜拜。